今天傍晚，我步行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到附近的餐厅打包晚餐。一路上，我看到许多被人类丢弃的口罩，既生气又害怕。本想着打包完后能够顺便去买些水果，可是多拉和她的男朋友提醒我尽早回家。在打包完后回家的路上，这群榴莲壳不断地呼唤着我，也似乎在提醒我今年还没吃到榴莲。是啊，今年都还没吃到榴莲呢。